前面有160公里地方可以加油的，但是我油到不了那个地方，所以前面有一个地方，一个叫大武县嘛，我就准备下来。啊？马庆？马庆吗？那边到，然后从这边下来，我把油加一下，看有没有这边吃个饭。我不吃饭，我直接接着上高速。这个县城还行。前方到达目的地。啊，这边加。加油，加油20号，这负20是吧？啊，可以，这负挺没的吧？这7块差不多。这是0号，0号没有。啊，0号没有。可以，这个是负20是吧？负20度。啊，可以，没行吧？0号没有是吧？加多少钱你知道吗？你说600吗？没有600，65升，加了530，今天就。加满，今天加的是负20，负二十的才有。再不加负20，又要打不燃了。明天早上。要不是不但这个问题，还有别的问题。把车停在这个县城里面，找个地方停车。我们现在看一看能吃什么，也不知道吃啥。先吃完饭，我们再往前赶嘛。冷啊，真冷，这个待不了。怎么样呢？我们把车停在了这个。果洛残联门口，吃啥去啊？啊？吃啥去啊？不知道，走一走。点了碗牛肉面，然后还有这个拌牛肉鸡爪。陈阳点的是一个干拌面，还有一个小菜。吃完饭我们接着出发了。这个城市年轻人特别多，我在路上看到，还有包括我们吃饭的饭店，就不像我们平时看的很萧条的那种少数民族城市。还有到雅安还有700，啊，这我倒的是哪里？哦，我倒的是成都，哦，倒的成都769。我们现在是在马庆，然后到了九至就没有高速了，最后接下来走个国道到阿坝，穿过阿坝，然后要到马尔康这附近，回到317。317就有高速了，然后就成都过去。如果绕路的话，我们到成都的话，反正先到这边再说。走吧，开始导航。出发，前往成都市，全程769公里，大约需要11小时15分。向左前方进入匝道，450米后到达大武收费站。是大武东，那边大武西。在朝北，在朝北，哦，在高速上朝北，这也太危险了吧！这是2波了，这是前面那波，后面还有一波了。对，很危险，很危险。搞不好前面还有。为什么要在高速上朝北呢？因为只有这条路啊。只有国道没有的是吧？对。他们不会要朝北到色达吧？哎，你说有道理啊，真的是啊。你看，不走国道朝北，那边国道啊。这边路好吗？因为那边318就朝拜到拉萨，这边可能朝拜到色达嘛。对啊。太虔诚了。有可能。我感觉这里的风好像没有前面吹的那么凉。海拔低点嘛。啊？海拔低点就。话说早了，这边在下雪。
哇，这个地面很滑。外面多冷。这是上坡。下坡还是上坡？没事。啊，这雪下的好大，雪子这边。这边大。再走不远就要进入四川境内了。马上了。那条高速不是没通的是吧？啊。那边是没通的是吧？对对。接下来走多远的国道？好像我地图那边看了，你看一下，好像有，好像有个大几十公里吧。不止吧。现在我们是在九治，然后我们要到317，这马尔康。九治离阿坝只有73公里，阿坝就四川了，应该前面就是四川境内了。73、88、12、47，将近有40、80、100公里，200公里吧，不到200公里。不难买吗？还挺远的。不到200公里的这个国道，然后进入317马尔康这里。国道200多公里很远的。这是九治县吧？嗯，这县城还不如前面那个地方好。哎，对，还没马青好。这灰尘。对，灰太大了，这个城市。对，经常脏。县城。你看我们刚才去那个就应该叫马。